所以你们花费多少人去就是把它带回来知道吗？我们接到民众报案之后，我们有请那个我们的义警，义警大哥他开货车来载，所以还好，就是把他赶进货车里面，就是把他载回来了，载回来，好像折腾了半个小时哈。对，好像有点久，因为毕竟是野生动物。所以你们辖内有没有这个养殖户，知道吗？畜牧场，好像有农场，可是离我们有点距离，所以我们因为我问附近农场啊，然后还有问动保处，然后动保处就说，因为羊也没有晶片嘛，对，如果送去那边的话，也是10天后也是要安乐死这样，所以问我们可不可以先找到人领养，那后来都知道他们好像有找到。